你是不是外星人啊？你怎么不说话？不说话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！你肯定是外星人吧？你怎么又不说话？行，你给我等着！滚！不用想了，你肯定是外星人吧？怎么你也不说话？行，你们都给我等着！连小兰子，连小兰子，我还能去哪里？肯定消灭外星人了。分手给你，所有小兰子，每天打外星人。欧阳，你旁边那个人是谁？这是我好兄弟长颈鹿。 快把手拿开！他是外星人，他不是外星人，他是我好朋友。欧阳，你也是外星人吧？什么外星人啊？不和你说了，待会儿反悔去吃火锅了。都跟你说了，欧阳是外星人，你咋就不信呢？下次你要注意点，外星人很多的。你又输了。是谁？是我呀，小娘子，你又在打外星人啊？对呀，我可是专门消灭外星人的。好吧，你去打外星人吧，我和唐冉要再玩会儿。 你不能走，你走到谁飞我玩？把你的手给我放开，我不放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外星人们，花姑兰，你新年礼物了？欧阳外星人，你要什么呀？等等，你拿吧。你这个外星人，你要什么呀？我要鸡腿。行吧，你拿呗。外星人，你又要什么？我要这个，不行，不能要这么多。 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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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们这群可恶的外星人，下次再看到你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你们几个在干嘛？弟弟的女朋友过生日啊，我们给他庆祝一下。哇，我也祝他女朋友生日快乐。谢谢你啊，帅哥，快过来切蛋糕了。你们这么多人吃这么小一个蛋糕？我女朋友最近在减肥，不能吃太多了。你女朋友怎么感觉有点奇怪啊？什么好奇怪的？你没有女朋友，你羡慕我是吧，单身狗？我羡慕你什么？好心叫你吃蛋糕，你还说七说八的，真傻气！不准给我走！我们不管他，继续给我女朋友过生日。不对，外星人过什么生日？这里哪里来的什么外星人啊？那你们会 O N 掉吗？什么 O O 掉？果然是外星人，你们两个会不会 O N 掉？哆哆西哆西嗦拉咪咪嗦拉瑞。这根本就不是 O N 掉，现在就剩你啦。N down N O N down。既然你不是外星人，那你走吧。居然是两个外星人陪我女朋友过生日。这么快干嘛？生日蛋糕也不吃了，真浪费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跑哪去了？跑哪去了？我操！那是什么玩意儿呢？还跳来跳去的。难道说那玩意儿是外星生物？外星生物那么恐怖的，我还认得干嘛？我得走啊！不行，这种外星生物随时可能爆炸，我走了，别人可怎么办？我先观察一下。快走开！那玩意儿很危险的，你要爆炸！
把它扔掉，那是外星生物，会爆炸。啊？哪里来的什么外星生物？什么东西会爆炸？哎，怎么没爆炸？电视看多了，还外星生物？哼，我看警察会爆炸呢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误会误会。哎，那玩意咋不爆炸呢？大萝卜，嘿呀嘿呀，大萝卜。谁在那里？是我。你在这里干嘛？你没看到吗？我在这里拔萝卜呀。你拔萝卜干嘛？我拔萝卜来吃啊。只有兔子才拔萝卜呀。对呀，我是美丽的小白兔。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啦。Come on the way。ADC。一个外星人，这个暗号外星人根本就不知道。谁在那里？是我呀。啊、你刚刚不是被我消灭了吗？消灭什么呀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你在这里干嘛？你没看到吗？我在这里种萝卜。种萝卜？对呀。萝卜都已经熟了，你还种它干嘛？你是外星人吧？什么外星人啊？今天我把萝卜种下去，明天就可以长很多很多萝卜。一个外星人，这怎么可能是萝卜？这明明就是一个大苹果。你是外星人吧？你怎么不说话？哼！喂，小德子，你要去打外星人吗？要！不用想了，你也是外星人吧？你怎么也不说话？哼！行，你给我等着。嗨。小男子，你又出来打外星人啊？对啊，不用打外星人了，外星人都被你消灭完了。外星人那么多，我一个人怎么可能消灭得完？站住！谁呀、啊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你欺负我宠物干嘛？什么宠物啊？那么大个恐龙，你看不见是吧？大哥，你那好像不是恐龙哎！少跟我废话，我的宠物还不知道是什么。你是外星人吧？你可别乱说话，小心我让我恐龙咬你哦！呀呼！哼，你个外星人，恐龙长什么样我能不知道？这明明就是熊大！站住！你慌慌张张的干嘛去？我孩子生病了，严重吗？让我看一下。都已经发烧66.6度了，很严重的。你是外星人吧？什么外星人啊？快一点，我孩子快受不了了。你确定你手里抱着的是你孩子？是啊，你肯定是外星人。这都被你发现了。哦，你个外星人，你还想变身？你给我站住！怎么了？你在吃什么东西？你没看到吗？我在吃汉堡包啊！什么汉堡包？你那明明是火锅！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站住！怎么了？我怎么感觉你跟我长得有点像？是你跟我长得很像吧？糟糕糟糕 ！Oh my god！ 魔法怎么失灵了？呀呼！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你个外星人，还敢伪装我？